我娘舅。接着。咦？哇！这个三鱼郎是月色的案子？等等我呀！呀呀，疼啊！你这哪是个三鱼啊？你这是个五步色的。哪个步啊？是不是卡布里步啊？停！你刚才是不是卡四步啊？哎，冷啊！被五步射过之后呢，就只能走五步，超过五步叫怪。我这还剩了一步呢，爹，你还差一步啊！差一步没满就牵个手头三，差一步掉进深渊无法生还。你快给他打电话叫救护车啦！我没带手机的。不要紧。我给你想个办法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来，老一口了，继续走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干起身来，一口闷呐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妹妹你大了，你往前走来。老一口了，继续走。听说你们几个蛮早就收了工了啊？你那么走身才是回来，是不是去国庆里唱歌的？没有的，你不是不晓得我来不会唱歌？我就肯定是去茶馆里打麻将的。也没有的。我信你个鬼啊！我还不找着你的哈手啊！前天国庆里进，茶馆里出，你把我当三两似的小娃娃啊？是这样的，正在一个事情搞完了，老板接去办了，我就换两杯酒啊。就睡了两三个小时回来的，睡你个鬼啊！不说了不说了，这是宴客上火哥。上个屁啊！你要喜欢这个搞哥。Father, I'm very very hungry. 你能不能说人话？我的，我要吃饭了。看我就说不好话。我不管，我要吃了。上车，餐馆里几个？好。哟。啷个的你要上天了，三哥，太开心嘛！再跟你说了，我爸妈昨个吵架了。吵架你咋的开心个我啊？他们一吵架，我的妈就不上火了，我的爸爸就把我带个街的餐馆里去的。哎呀，那气的真是好气啊！到这时间还在回味。那个，你想不想天天都吃好吃的？想啊。哎呀，这衣服高的口红是我婚纱，你今天不过来说情我的，我跟你脱不了婚。看我长得怎个，就是买整白钱的衣服的。这衣服啥过的？看是不是隔壁闪闪的呢？不是刚刚起风要下雨啊，未必是我收衣服收错了。给他拿过，给他，一眼都还骗我。
解释下那个口红印是什么情况啊？你今天不说清楚，我跟两个脱不了货。给你说实话吧，这口红印是小八的。什么？小八的啊？你口味怎么重吧？不是的，是哪个情况呢？是那个小八的爸爸跟他妈妈吵架，吵那个后。哎呦，我难跟你解释了，我解释了你不得信的，你豁达吧。